受到埃及还有利比亚局势紧张的影响，国际油价上涨，国内油价呢也将从明天的凌晨0点开始，每公升将会调涨两角，创下了五个多月以来的新高。而调涨之后的价格呢，92、95还有98无铅汽油每公升价格将会来到34块，以及35.5元，还有37.5元。至于超级柴油呢，则是32.9元。所以需要加油的民众可得把握今天的时间，赶快去加油。